月灯会用分作月果甲灯头这两类，常常伫个绕境也是庙会时会用看到。嘉义县水上乡鸡仔头文化艺术发展协会，伫个1802年成立，推行学习民俗月灯。社区的民众各有组成月灯表演团队。鸡仔头社区的月灯表演团队，每年拢有设计无同款的表演内容。今年甲鸡仔头社区的民间故事甲车鼓灯结合，用特别的方式呈现月灯文化。以他们自己在地的故事，好这个龙脉的故事去决定，所以在110年是那个故事放在草鞋上面，然后今年又回到这个故事上面，就是龙泉史事，把它跟车古镇，因为它就是好几间庙，那庙前都会看到什么表演，哎，车古镇，但是因为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年事已高，所以我们这次的车古镇大概走的就是队形，那我们比较走基本的，从我们的故事里面去发想，然后放进去我们的古镇。因为月灯表演团队内成员大部分是社区的士大人，在咧学习月灯的过程中，有拄到身体退化的困难，嘛因为安尼调整过表演的灯，佮有使用假肢佮想象的方法帮助因改善动作。他们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，对他们要克服也是变成我要先克服。那像今年遇到的就是车骨症，他必须有很多推臀的动作，然后在臀部在动的时候，你的手其实也是要跟着动，其实对长辈来讲是辛苦的，但是透过不断的一个练习，用道具让他们的手可以举起来，又有用想象我们现在在做什么，那就是三八摇哎，如果那个摇弟弟就臀部要推出去，用这样子他们懂的方式去做这个动作，像不像要七分像，但是你力道还有什么，当然是比不上年轻人或真的义诊，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努力，最主要是一群人可以一起来动动脑啦，运动啦，做一些这样都是很有意义的，大家有那种革命情感，规模甲有慢慢吼，中间嘛是有足侪一挂插播啊，什么代志，不过有法度大家安尼吼达成迄个共识，啊较有今仔日安尼大家。伫个表演艺阵的社区时代身上，除了因看见活甲老学甲老的精神，阁有因对待民俗艺阵展现的活力。希望未来能有更加多人熟悉月灯这项精彩的传统民俗文化。中正医报，黄玉辉、黄碧荷，嘉义水上报道。